大家好，我是足球推荐红人小馆长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土超哥斯塔比对战里泽斯堡。哥斯塔比防守表现还算不错，25轮过后30粒失球，排名联赛第4，但球队进攻能力并不出色。里泽斯堡由于战绩不佳，3月3号宣布更换主教练，目前身处降级区，保级形势不容乐观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半球，馆长推荐里泽斯堡加0.5。大家怎么看待这场比赛呢？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